没有，我给你几岁？应该不到三十吧。不止啊，我给你三十五岁，够过地工。老板，我一只鱿鱼。哦，小姐好啦。老板，你刚刚看看几岁？哎呦，你别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阿伯无礼貌，上无嘛来叫酒会。酒会？哎，安那？你看我几岁？你几岁哦？几岁用看的袂准啦，啊用摸的才会准啦。摸手袂准啦。啊，我得爱摸到才会准啦。啊，摸这才会准。哎，这样哪安尼啦？你唔忙当作我弟哥呢？啊，你来要准，好来。来，我才有钱，你退咧，摸不准，钱你的。那你又唔对，这钱拢我的。对啊。差不多过八天，你来这么厉害，有准哦。我来警醒我。你想哪会知影？我潘先讲，讲我惊伊变面啦。我未变面，你讲。未变面哦，好好。啊，你来咧买冰淇淋啊？啊，我正想买啊。啊，伊怎我伫遐排队啦？